变大，好像也没有变大很多，但是有变大。然后我们昨天玩到的是什么废土任务啊？废土任务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Dinky 就是那一只的狗啊。对啊，那只 Dinky 不见了。He's got a survival instinct, that little one, huh? Yeah, yeah. 这字体应该舒服蛮多的，是比较圆的字体。而且我把它改成，我大部分把它改成繁体，有些字还是简体，但是我把它繁体化。将茶返回，将狗和越野车带回。奖励。哦，所以这是废土任务。废土任务算是支线的一种，就对了。怎么这边到处有妹子在那边？这个是吸毒还是怎么样？这边的妹子真的是蛮丑的。啊，我第一次看到有妹子游戏卖这么贵啊！那我们先解一个废土任务看看好了。哦，它这边是气球啊，就是气球可以快速飞来飞去，降低威胁。它这个就是开放式的设定啊，反正每个区域有各种营地要摧毁，但是我应该不会全部都摧毁。但是这一个任务主，这个主线任务就是逼我们要啊，怎么突然又出现英文？好吧，算了，我们先降低威胁。我靠！我靠！开场就要打我，哎，他开场卡在那里是哪招？我要笑死了！开场自己这样，哎，他送车给我，哎，太好了吧？还自己下车，超好笑。超爽的，出门捡到一台车，超莫名，真的是出门就捡到一台车，哎，轮胎被我撞爆。我昨天用游侠网的汉化，我最近用游侠网的汉化，然后我觉得汉化的效果比那个好，就也不是比较好了，是说昨天至少没有出现没有翻的。靠背，这个没有轮胎超级难开哦。你就把它开回去换，开回去那个存档。不是啊，这个轮胎这个样子，真是开不上去，有够难开哦。啊，可以，超爽的，捡到一台车。靠，怎么还有啊？一直有敌人呢，好烦啊！一直转圈圈听不到你跟我说谢谢，没关系啊，我刚刚也其实是没有在谢谢你，所以你没听到也是无所谓，没关系，是你没关系啊，我没关系。哎，这个残骸可不可以拿？靠，又有敌人，右边有一台。有完没完啊？来来了！啊，我根本高手，那直接就把人杀死。这台已经就是刚刚那台一模一样的，应该是重生的。捡尸一下，超爽的，捡到废料了。不要打扰我解主线。我们可以这样拖着尸体走多久啊？这游戏有够猎奇耶、欸！好了好了，回原路回原路。会转圈圈的可能要把画质调低一点点哦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靠，又来一台。哦，你知道？啊，离开。
画面直转。第一个订阅啊，为了 Xbox 第一个订阅。狙击手，狙击手，这个狙击手。我进狙击模式。狙击枪子弹有没有限制啊？我靠！靠！谁来打我？我先退回去，我先退回去。啊，是上面那边对不对？看到，看到。不要偷打、啊！正面对决，来！来，我的子弹呢？来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先回去补血。啊！被射死了。唉，好，感谢 Eric Sonic 二等干爹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帮我们写，就是这个帮我们写程式的、哦，感谢大大帮写程式，请大家感谢他。用鱼叉把它射下来。一个 S 型，不行太远了。哦，一只，然后，啊靠！等一下。啊，不行，在右边，在右边。哎、欸，右边，右边，看到，可以把门拉开。门 是被我拉开、欸。可是我现在没有子弹，这个是子弹到底要去哪里？是不是可以下去把它关掉？不要射我！不要射我！继续可以直接继续杀人！哦！高等玩家，嘿！啊，感谢 Play 的30，感谢订阅。哦、很好，割一个暴怒哦！啊，这个基地要被我们毁掉，所以其实根本不需要弹药，我直接硬冲进来干就好了。果然是这个游戏的一个那个需要放。我、哦、靠！什么声音？点燃了！喂、哦，谁来打我啊？靠靠靠靠！谁来打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鸡巴是安怎？喝个水，喝个水。哦，有地方在丢啊！是谁在丢我？靠，谁在丢我啊？有一个火球在丢我，我先冲进去，我先冲进去，冲进去应该就不会打。啊，又没血了。谁丢？右上角应该是这里的威胁值。好，现在直接干掉了。我靠，还是被砍到。哇，这里会死哦，这超多只。血怒是杀回。他可不可以战斗中回血啊？啊！好难啊！
我是不是不应该先来打这个基地啊？我死定了！我不要从后面来，你要五打一是不是男人啊？不行不行，这也太危险了，我先拉开来。我狂怒是不是会回血啊？是我错觉。有一个神过肩摔，喂！啊啊啊！等等，不行，太晚格挡好像还是会被打中。好了，解决。欸，这不好打，太多只了。这个有没有经验值系统？冻水区，啊，这有水，太好！我还不来补个血。这里好多炸药，是直接用炸的吗？我试试看。他们的威胁是直接用炸的吗？等下，我刚看到对面有零件，不能，不知道啊，从那边爬进去。应该可以用炸的。哦，绕跑。好，炸掉一个了。然后，因为没有东西。靠，哪来的人啊？还有没有人啊？只有一只是不是？哪里跑出来的啊？怎么看都不觉得会有人啊？这个门是不是可以炸爆？这应该要用油桶炸啊！我刚刚油桶都弄掉了。这边有油桶，这边有油桶。想到这里有一个无限油桶的样子。乱跑，乱跑。边有没有东西？这边没有。还要继续炸，这是要从哪里过来？很容易迷路欸，这里。这有人，哈哈。想往哪逃？喂喂！来来来来来来！我有黑人欸，我靠！打头啊，是不是男人啊？刀刃成疾。
哇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来的太频繁了啦！靠，还有！啊，要死了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等一下。啊！太多只了啦！我觉得用风筝就好了啦，不要想太。可是那一个 buff 的在哪里啊？怪物应该是有限的。好，先慢慢拉一只，先把黑人拉来，来来来来，好多只哦，超级会闪啊！等一下，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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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拉过了，来不及。黄色的也会闪。我靠！闪到了吗？不要再打，真的要死了！好好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我靠，没死。几条血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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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打那么辛苦。看一下怎么是炸的。就是你那边放 buff 哦，白目，直接把这个炸掉了。我要善用闪躲，直接用格挡好像不够强。绕跑绕跑。No, the crier. A crier, your song will be remembered.我觉得我应该是有一些武器都没拿到，才会打那么痛苦。靠！我怎么掉下来突然没血？为什么？我怎么掉下来突然没血？这要被搞死了！想吓死人哦！等一下，哦，哎，他尾行我哎，这是恐怖游戏哦，距离也太远。真的，直接掉下来会摔到。好啦，要过了，要过了，要过了。靠，这距离也打太久。这样就结束了，是不是？靠，可是这样才一个据点呢、欸。这个任务要解超久嘛？我们先去找个水喝。KY 今天超强啊！啊，不是 KY， 我在讲什么？T.Y. 哎、欸，这边是我们自己人哦，所以变成我们自己的那个了，对不对？我跳下去不会死吧？很好，没死。好，我们开车去找水哈。这样子在地图上这个点就显示打勾，就显示被我们占领。